桥。简单的一个汉字，代表着旅居和寄居。简单的字，浓缩了一种况味深远的人生。由于地缘关系，中国早期的海外侨民以广东为最，这也使南粤大地形成了一个个侨乡。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的台山便是这样一个地方，200多年来，游子们从这里出发，前赴后继去海外寻找黄金和幸福生活。但不管置身何处，他们都难忘故乡，他们把台山视作自己的生命圆心，浓浓的乡情和乡愁牵引着他们。从小被家乡味道宠溺的味和话语中改不掉的乡音提醒着他们，每一次远离都是为了更好的归来。那些海岸边停靠的船只如同古老的隐喻，穿越百年，将这里的历史与现代连接。